你藏在心头，每天每夜想你。他是网络公认的 emo 情歌王子，多首歌曲荣登榜单，短视频播放过亿，成为各大网红争相翻唱的对象。他就是队长 Young Captain。 那么今天就来看一下队长的四首代表作。哪里都是你是队长火爆全网的第一首歌，目前短视频已累计突破18亿播放，无论在哪个平台打开评论区，都会让你看到种种无数情绪低落的评论。很多人也从一开始以为是烂歌，到最后直接听破防。传闻歌曲是一首先上车后补票的作品，原曲采自韩国摇滚乐队 Dear Cloud 的又一次爱你。再见了，陪伴了我15年的女人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。队长与黄磊格合作的《十一》，同样是一首令人容易 emo 的歌曲。十一这个数字很神奇，就像是两个人，如果双方互相喜欢并主动，那就是1+1=2；如果只有一方喜欢并主动，而另一方不喜欢，那就是1+1=0；如果本是朋友，却只有一方喜欢并主动，那便是1+1=1。所以，你又是哪一种？不说队长的每首歌都会给人一个特殊的记忆点，作为小说解药的主题曲与你，这首歌可是让人深刻记住了只有你是我的解药的这句歌词，恐怕也只有看了原著才会懂得这句话的救赎。只有你是我的解药，让我为你画一幅画，用我全部生命就杀，清除所有情绪也罢，画出属于我们的家，那些幽暗过去在下着雨，想念你的情绪害怕失去，甚至光荣体在踏着雨，用所有生命在画着你，我心似海放眼望去，那些高楼全部坍塌，你也从不后悔，哪怕身下背影要在我身旁安家，为一切都被你得到，永远等候你的怀抱，做你生命中的依靠，漫漫人生路上最需要。来世路的终点是和你遇见。Let Go 应该算是队长歌曲里曲风比较放松的一首，但还是会让人情绪低落，所以必须说一句，队长的歌听多了是真的会影响心情，所以奉劝你们这帮小年轻，人生很长，请不要沉浸在爱情的撕心裂肺，这类歌曲听多了你绝对会抑郁。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是殷小六，我们下期见。每个夜晚有每天无尽的夜晚。如果